死人，怎么样？独孤三剑又无遵照命令办事，吴红，现在将天下红都亲家人马全部调回，从海平立威的失败，真是太过棘手。都不叫令丁兄注意，尤其是缓缓之辈。曾经我非常心秀，也衷心希望你加入天下红都。你我不赢，那我就是休息。今天就将准备新修永从一局部，今天要赶来送信，但是地下几不欢在地下等候，太可怜了。曾经不顾英雄，一片水晶心底宽，也是干，心也是干。哎呦，你怎能忘却我这份英雄？用刀量治国并无意义，少一丢，多无救。医疗效率快，高明，甚至多杀经过红楼，笑死，难死的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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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，岂有如何？明天就将定。功夫红准，好！既然都不敬，下我看，专心以赴取利，只要确定你的精神，无用尽头。杜龙辉，正是生死不明，我是从无都不敬，天道巧剑遁，我得准定上标。树龙之根，谁是最爱生存者？可四大四大人，火烧八方，火无三等，拢是四大机关所研究的最新兵器，尽可一破妖蛇普渡吗？相应之阵，就应高手又毁灭定下灵，究竟谁能生存？出的生存之机呢？妖蛇普渡生死阵，九月三千天终于再现，总部来专门高调。都讲剑气入小体，万古扬空，刀剑吞噬人手，妖蛇普渡即将被攻破吗？清风别人数环境，千日团结，不入相亲，相邻正相者，正邪挂飞兵，必须经纶一两说再现定环，也要专用一手回天呢。披着金环入阵，刀龙吞噬，到处各一段路，请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千万不可错失。霹雳国际多媒体不朽重说当时的最新动动，霹雳金环路之永劫不轰，天尊红缨走团旗，即将下临开爆炸，下眼不敌现金刀，铁杆英雄冰着风，极王雄魂独江空。宋卫辉，那全部过位了，大哥哥。苍天行劲，圣人
奴红营。很多残酷又残酷，引雕又救最红牛。最红牛，不是天尊红鹰，一阳少林，引雕。将咱将军无流吞噬，一步一空一空年，两千空十年，千万不可错失，我们的部队披露新一度最勇之作，披露金魂怒击，勇尽八荒。